喂，打中班啦，阿美喂。2019时代足球联赛正式接受报名，欢迎登入网站浏览详情或致电查询。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八月组联赛2019复仇计划对清水 FC 嘅赛后精华。咁啊，清水 FC 今场就住黄色衫嘅，咁啊，复仇计划咧就着住蓝色衫。呢度睇下点样做啊！咁佢哋攞个波转身射，相当精彩啊！呢球入球。上半場早段就分零鐘嘅時候就一個遠射嘅攻勢啊，咁基本上大半隊啦，其實係接近全隊噶啦，都喺曬後面防守嘅2019復仇計劃，咁但係咧都阻止唔到清水 FC 呢個許榮浩嘅遠射啊，轉身得位再射埋都係靚波嚟啊，龍門冇乜太大反應嘅啫，之後見到咧都係黃衫摸住個波，呢度長傳埋去頂到噶。但系龙门扑咗出嚟啊！呢个十号仔其实都几有威胁噶，清水 FC。跟住呢边咧，又见到都系黄衫嘅攻势啊！咁啊，呢边分去右路，再回翻去禁区顶，再射埋去，都系嚟见佢嘅十号仔啦。咁啊，有少少可惜咧，就系佢今场比赛咧，稍后时间咧系受伤嘅。咁嚟咗场之后咧，其实明显见到咧攻势咧系冇咁旺盛嘅，黄衫嘅清水 FC。咁但係上半場佢仲喺度嘅時候咧，清水 FC 咧的確咧都可以掌握到幾大嘅控球權啦，同埋攻勢嘅。咁啊呢度見到咧地下都有啲水氹嘅，搭過去做咗個撞牆，俾藍衫困翻出嚟，自己幾好射嘅，但係都分入去禁區裏邊，龍門攞腳擋翻出嚟，呢度再射龍門攞腳插翻開啊！咁啊龍門表現都相當精彩啊，連續兩個嘅撲救。咁啊，頭先講到地下有啲水氹啦，冇錯嘅。咁啊，長波之前啊落過雨啦，咁啊長波踢踢下嘅時候都有落雨嘅。咁去到下半場嘅時候咧，咁就藍衫開波啦。咁但係鏡頭一轉咧，個波去翻黃衫度啦。咁呢度入咗禁區裏邊，直接射埋去啦。咁啊，離行離辣嘅，其實都可以話係。咁但係下半場咧，的確雙方攻勢咧都唔算係特別多嘅，反而藍衫咧仲有較多嘅主導權添嘅。呢度傳埋去啦，其實空曬㗎啦，但係可惜係撞唔入籠，撞入籠嘅話，其實龍門都投咗汗啦。龍門喺前處，佢就喺遠處撞啦。咁呢度咧就見到黃衫嘅一個反擊啦。咁啊，清水 FC 啲反擊咧都係佢哋下半場比較多嘅，但係好似呢球咁樣就爭緊少少啦。一路推埋去，其實冇人追到佢嘅，但係佢自己都追唔翻個波啊。
可能都關場地有少少水事啦，咁啊跑得唔算特別順啊。咁呢度傳入禁區裏面控甩咗少少，回翻俾佢再射，其實一個絕佳機會嚟㗎，可惜係炒高咗粒波。咁啊，未能夠再打開到紀錄啊！跟住個界外球抌入嚟嘅就係復仇計劃啦，呢度踢過去，俾黃三大個解圍，解圍完之後變翻個反擊喎。望一望旁證嘅，唔知點解，咁但係望一望嗰邊，可能見到冇隊友上啦，咁就直接就射埋去啦，咁啊都威脅唔到。去到比賽末段嘅時候咧，清水 FC 就索性玩下個球奇戰術啦，咁樣，咁呢度俾對手困甩咗之後咧，球證都吹完場啦，最後清水 FC 咧係贏1-0嘅。2019時代足球聯賽兒童足球訓練班而家接受報名，歡迎大家登入我哋嘅網站或者瀏覽時代足球總會、時代足球學校 Facebook 了解詳情，或者可以致電 WhatsApp 601266655查詢。